你觉得 TFBOYS 三个人吗？然后你觉得谁最像小王子？那就是我了。你最像小王子的一面是什么？给大家介绍一下或展示一下。我最像小王子的就是话，就还是话比较少，不能说少的事。你昨天才说。你。那就是我。你最像小王子的一面是什么？给大家介绍一下或者展示一下。我最像小王子的就是话，就是还是话比较少，长得帅，不能说长得帅。